点渴啊，待会哎去买瓶水喝。嗯，哎，斌哥，是，动作挺快的嘛。哎，斌哥，这是景洪的水 啊。我们换场吧。换哪里啊？离这里越远越好。我们根本那么怕他。我曾经在球馆看到他一个人打败三个职业球员，只用了一部手机。他妈，一部手机！斌哥，我可以补救，是吗？你有什么打算？一人做事一人当。妈的，这个逼到底有没有听懂我意思啊？我可以的，我觉得我球技在。教练，你听着，高老兵又来找你了。你什么都别做，因为你什么都做不了。赶紧离开这边球场吧。